次咧係我第一次喺香港嘅以外，香港以外嘅地方搞 show。咁雖然香港同澳門好近啊，但係都算係衝出咗香港啦。咁所以咧，先喺路途澳門嘅朋友大聲招呼先。澳門嘅朋友係邊？哇，都好多澳門朋友啊！有冇香港嘅朋友？是不是啊？有沒有過夜朋友？先在這裡祝大家中秋節快樂，希望大家團團圓圓。我完成了一半的，我是圓圓來的。哇，今天真的很齊人。小紅書